立正，行嘞，车坐。各位，咱高一班的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节课哈，我可能爱用华语，因为现主席伫电视边啊，有差不多将近四十位的原住民的同胞啊，坐伫电脑的头前伫听这节课。那个这节课哈，我可能爱用华语，占三分之二的时间啊，爱用华语，因为现主持伫全台湾有差不多四十位左右的原住民，因坐伫电脑的头前伫听这节课，所以这堂课哈，我要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呐、啊，以北京话来发言。今日这个高级班是用咱所有的民政府初级班的学员的邀请，当时经对美国军事政府在华盛顿 DC 在五角大厦他的批准，咱来办这个高级的行政甲参议员班。因为这期咱办落去，咱才有法度有办法将台湾民政府的内阁和各州的内阁跟参议员的名额啊，把它补满。台湾民政府中央啊，台湾民政府的中央内阁从六月十号开始啊，我们开始要做内阁的集训，就是影子政府的运作。所以呢，你若去和咱的州长还是咱的总理给你安排当内阁阁员，还是国务委员，还是州务委员，还是国策委员、州策委员的人呐、啊，拢爱符合条件。因为六月十号开始啊，我们要开始影子内阁的培训，这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台湾的地位到今日为止，咱这个论述还在进行中啊。是 ING 的进行中的，我们这个论述还没有停。各位你若注意看，所有的民进党的论述、国民党的论述，甚至于台独联盟的论述，所有的FAPA的论述都已经停了，已经确定了，唯有台湾民政府的论述到现在今天的这个时刻还是在进行中。换一句话来讲，台湾的法理地位在全世界上来讲是唯一的、独一无二，过去没有惯例。所以呢，台湾的国际地位的定位，除了美国政府、美国的军事政府，我们台湾民政府所有的人员都要参与。今天这个课啊，我们要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你来上这个课？那台湾民政府为什么要举办这个课？有的人会认为啊，我的学历不好，我只有国民小学毕业，甚至于说我只有初中毕业，我只有高中毕业，那我是不是会够资格来担任台湾民政府的内阁阁员，或者是州的
州内阁的国务院，我的答复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明确，你是绝对够格的。当台湾民政府接受了由美国军事政府移交的台湾的主要的政权以后，我们会对所有的目前中华民国体系下的公务人员，我们会要求这些人员是暂时留用，但是这些人因为过去受了67年的中国国民党错误的教育跟错误的历史观，我们会要求所有的公务人员通通要到指定的地方从头受训开始。换一句话来讲，中华民国的所谓的大学研究所博士的这些学历啊，我们是参考用，你说这样好不好？我们的高级行政训练班，我们在结训的时候会有一份的毕业证书，这份的毕业证书就是将来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任用的证书，你不用怀疑，你们可以会非常的清楚的发现，民政府从头到尾走来每一个步伐都是一步一步，我们按照美国军事政府的安排，美国军事政府的指定在走。这个礼拜我想从桃竹苗开始一直到屏东，我们都有看到我们在自由时报上面所登的广告，对不对？有看到那个广告的请你举手啊，请你手放下，看起来自由时报是卖得不错呢。各位，我们刊登自由时报为什么会挑选在这个礼拜，为什么以前不登，为什么这个礼拜才登？因为这是有步骤的。当我们所训练的人员达到了1800名以后，美国军事政府就告诉我们下一步可以走了。那下一步就是什么？就是说开始要让所有的本土台湾人知道，也要让所有的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知道。所以我们登了台湾民政府这个报纸以后，它所代表的有3件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点，我们这个团队对台湾民政府的主权宣誓。各位都知道，现在开始有少数的社团、少数的政党开始也要研究，他们也要设立台湾民政府。据我所知，到今天为止，全台湾大概有4到5个台湾民政府，有一个很大的组织在5月20号他们在就职的时候啊，已经先预告了，让台湾人知道说他们即将成立台湾民政府，就是这个组织。你想想看，这个上面所写的，我念给各位听哈，很有意思哦。马英九总统，这是中华民国总统啊，是流亡的，连任就职，总统府挽起国旗变装秀，遭网友批评是四不像，疑似是被变造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各位，他不是变造，他是打算成立台湾民政府，因为美国已经告诉他了，按照战争法，占领者一定要让当地的老百姓组织当地的民政府，像琉球有一个琉球民政府，伊拉克有一个伊拉克民政府，所有因为战争而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占领者应该主动协助
他来成立当地民政府，这是战争法非常清楚的规定。可是你会问我，那你台湾民政府中华民国没有帮你成立呀、各位，台湾民政府我们的成立是因为2008年的2月2号，我们在台北成立台湾民政府，是由7个政党跟组织共同成立的。然后我们向全世界194个国家 announce 宣告，台湾民政府已经成立的，我们所根据的法条就是 self defense right， 就是自卫权。台湾人已经等了65年了，你占领者迟迟不肯成立台湾民政府，所以我们根据占领法的里面的自卫权成立。为什么成立？因为2006年的10月24号，台湾民政府依法向美国联邦法院提出控诉，而且立案，一直到2009年4月7号，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下来。各位，这就是也要运用法律，利用法律，巩固法律，咱台湾民政府安尼成立。所以2010年的7月7日，美国，听清楚哦，美国的行政单位就是国务院，和美国的国防部正式邀请咱，甲咱找所在，伫华盛顿 D.C. 伫遐去设办公室，到今日为止还佫伫遐。所以去7月7日设立办公室以外，9月7日，由美国5个单位联合替咱办一个酒会，伫世纪饭店，当时有180位的来宾啊去参加，咱台湾这边过有80位。咱成立以后，各位你也知影，成立这个台湾民政府，迄当阵的美国国安局当场甲咱去参加这台湾人讲，为今日开始，我美国替你台湾人开一条路啦，恁就照这条路向头前一直甲行去。各位，这是拢美国甲咱讲的，当场毋是我一个人尔，我当然无去啦，当场去的台湾人过落去呢，大家拢有听到。所以你要知影，美国有5个单位对5个单位，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美国的 CIA、美国的司法部，5个单位，当时中华民国到今日为止，唔捌讲有美国5个单位啊办酒会叫伊去参加，从来没有。台湾人的奋斗是大家拢目睭看会到，因为咱台湾人利用战争法、利用国际法，伫甲美国计较，所以到今日为止，这个报纸一直顶落去，表示讲，咱台湾民政府是由咱这个团体宣誓咱的主权，谁都不可以随便的动我们这个台湾民政府。你若要成立，何里去成立？是搞美国敢来承认？不会啊！咱各位，美国甲咱开酒会，就是马英九，伊即马知影讲台湾民政府，伊嘛要成立台湾民政府，伊未记讲伊是中国人呢。台湾民政府是当地啊 ，local 的本土台湾人才会成立的呢。啊！伊即马创这个局啊，讲变装呢，各位，搁骗啦！你中华民国搁骗啦！伊无法度搁骗咱啊，对不对？台湾民政府这个报纸顶里，
还有第二个用途，所有的网络有一些人受到中华民国还是中国共产党，当然这个我没证据，这没有这些所谓的统派，你给我们唱衰，你给我们说这是诈骗集团，全世界没那个诈骗集团，这间半半的诈骗集团啦。咱顶一个半半，阁分做北诶中部、桃竹苗、分林、嘉义、台南、屏东、高雄，有这款的诈骗集团吗？有这款的诈骗集团吗？各位，但是恁拢讲真，恁拢讲无啊？但是各位的心内，我只来讲，我真清楚啦。你嘛小可惊惊，敢毋是？不是假善的啦。第三点，咱敢登这个报纸，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中华民国唔敢对咱咱啦。三十期以来，原住民六期，学生四期，有真侪人要来受训的时阵，伊的边仔的人。伊个亲戚、伊个老爸、老母是怎样甲讲？你唔通去啦，会去掠去啦。各位，咱公公人员甲顶出来，唔是今日才顶个呢？顶个第一遍顶个，甲即摆是要几礼拜呢？有任何人去掠去啊无？有任何人敲电话去恁领导甲你请安啊无啊？恁无大无够大牌啦！含我都无够大牌啦，拢无咧。各位，拜一为台中地区的北部转播《自由时报》，搁顶一摆。刷入去，咱有一个台中州的黄党诶，今日我坐啊坐阵伊一摆。听袂讲，我足感动的呢。迄超的是目屎要连落来。伊讲哦，咱拢无接受捐款啊，这个报纸顶啊有够好。来，我捐款，来去顶《苹果日报》。伊无讲第二句话呢，皮包拍开，二十万摕出来，该多谢一下。我甲讲啊，我随敲电话去问《苹果日报》，《苹果日报》讲头版第一版的头一迄个哦，爱150万呢。黄党也甲我讲，无甲甲我讲，我所感动的，一对呢，就咱的民政府才会成员啊。开始会当将咱台湾民政府的代志啊，当作讲他自己的事情，好啊感动啦。那安尼台湾民政府就会成功了，对不对？对。咱即马所欠的是啥？我已经感觉唔是钱，我从来没有担心钱。虽然咱无募款，但是我从来不担心。我担心的是什么物件？人才，这个人才你也会记得哦。一挂民进党讲哦，你台湾要建国，你无阮这精英，敢袂杀你？敢会杀你啦？我甲你讲，我甲民进党遐人讲，我唔免你。台湾民进党有精英。我甲你讲，小学毕业，对台湾有心。那就是精英了。对台湾的论述，会当讲个清楚，会当讲个彻底，就是精英了。叫一寡遐人来贪污要死呀！你唔知会记得无？这我实在是无爱批评啦。去年八月，美国甲我讲，叫我讲去干。
但水壁先生的家族说你钱不能回来，美国要将你水壁用直升机载去。那个时候我特别又带我们的副主席潘良华去，说不下去了，怕要选了，我说你如果选掉他也把你绑掉，你就是钱回来照常你老爸那个乖到死。我说的话有事实吧？所以后来几十次有很多人跟我们说我们来去救阿扁，我说哦，我不要了憨了。你来看今年前几天而已，一个他们游行的时候，五月十九去游行，说要救阿扁，第二天报纸把你拼下，阿扁又再起诉，有吗？后面还有，我跟你说有吧，还有，后面还有呢。所以像这种的情形，如果没有台湾民政府执政，他不可能出来了。台湾民政府执政，我一定跟美国说你要给公平审判，但是不是台湾审判，台湾人审判，你美国要审判，你要让他去美国的五角大厦组织军事法庭。你记得没有？当年阿扁有叫我替他写向美国军事法庭要求阿扁要去美国受审查，各位那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你想看看，你今天读这些论述以后你要很清楚的，今天台湾还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的，但是中华民国报纸写什么？说阿扁起笑，不知道是阿扁起笑还是我起笑，还是那些中华民国那些人起笑。本来中华民国体系的报纸不爱听我们的广告呢，现在一个报纸一个灯，苹果日报打电话来，中国时报打电话来，联合报打电话来，联合晚报打电话来，有够趣味呢。本来是没人敢给你灯的，现在大家都打电话来。各位，台湾人不能再说下去了啦，台湾人如果继续说，因为我们今天这期有头前几期的 以往来这些学员啊，这些学员啊，所以我应该要说在这个事情里发生，你看看看啊，为两千为去年2011年的12月31号我们的忘年会，那个以前我有说几十次，每一次我所说的现象当然不可能当天发生，还是当天还是下一个月发生，但是时间一到发生的时候，每一项事情都是照我在这站在这所宣布的进行。我跟各位说过，我美国军事政府因为我们给他告，我们告说中华民国是完全和你国务院所宣布的恐怖分子的条件完全一样。三项：第一，你有武器，美国不给他的，但是我们有钱的；第二，你不是国家；第三，你是当地征兵。我们这个强烈的告呢，强烈的控告呢，你看看我们这个结论是什么？台湾人不用做兵啊，到2014年马英九说要募兵，我跟美国说 NO。 什么叫做募兵，什么叫做做兵，什么叫做当兵？当兵是效忠的问题呢，我台湾人我应该效忠谁？日本天皇啊，你都不记得了，你全都不记得了。我的老爸效忠日本天皇，我哪就抱歉哦，法理上你爱呢。各位，
我们为什么要效忠日本天皇？咱民政府受训真受足济届训，啊，讲哦，拢甲讲网络，我拢有看。啊，即摆若问你问题，拢答袂出来呢。我甲你讲，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前言，瞎想写什么？他说，大清大皇帝跟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签署条约，第二条，将台湾全岛、台湾整个岛、台湾周边群岛还有澎湖三项挂好英万，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听好清楚哦，是割让给日本天皇哦。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呢，你们两个拉米呢？中华民国的教育就在骗你。他说，中国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所以你不相信。民进党接到政权以后，第一项公务人员考试的第一条就是条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对不对？错了，割让给日本天皇才对啦。所以台湾澎湖的主权、台湾澎湖的所有权、台湾澎湖的领土归谁？日本天皇嘛。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之前，我有一个美国的国安局有一项机密档案，我有把它翻作汉文，我有翻译成为汉文，我将这一份的机密档案念给各位听，很重要，也很有趣。听好清楚，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的美国政治顾问席波，1951年2月10号，1951啊，还没有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啊，1951年2月10号会议备忘录中提到，杜勒斯大使夫妇跟席波夫妇一行四人，按照安排，早上前往位于东京皇宫谒见裕仁天皇。交谈过程中，天皇说，他完全知道日本军队在其他国家所犯的罪行，致使亚洲民族或许对日本人不友善。天皇他又说，他非常抱歉，没有能力阻止日本向美国开战，当时情况下他实在是无能为力。这秘密档案的记载啊，后面还有啊，还有过几段。杜勒斯是谁？他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他是书写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人。杜勒斯在1951年2月21日离开日本，刚刚是2月10号去觐见日本天皇，2月11号离开日本，然后在将近两个月之后的4月16日，再度赴东京与日本政府进行第二次交涉。听清楚啊，日本政府啊，天皇是天皇啊，政府是政府啊。事实上，杜勒斯在两度赴日本交涉期间，曾经三次赴皇宫谒见裕仁天皇，讨论美日关系的问题。所以他跟日本天皇总共本人谈了三次，那跟日本政府是谈了两次。早在1945年9月25日，9月25日是日本刚刚投降不久，裕仁天皇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已经宣称
是东条英机下令攻击美国珍珠港，不是非他授意，就是不是日本天皇所讲的。所以1951年2月10日，裕仁天皇亲自亲口向杜勒斯重申他对太平洋战争的立场。鉴于太平洋战争是日本第40代首相东条英机所主导发动，裕仁天皇是处于被动的角色，日本投降后美国当局的政策是保留天皇制度。然而听清楚，中华民国、苏联、 Australia 还有菲律宾等同盟国以及美国国内的舆论则是强烈要求惩罚天皇，废除天皇制度，最后是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挥关键影响力，基于裕仁天皇并需要为太平洋战争负主要责任，免除裕仁天皇战争责任，从而确保了日本天皇制。各位，因为麦克阿瑟发挥他的影响力，当时的中华民国是想要废除天皇，在秘密档案里面写得非常清楚。那我今天所以要跟各位说明清楚，就是说台湾这块土地到底是还是属于日本的呢，还是日本天皇的，是要由这一些话里面呢去把它决定，去帮它确定。所以后面还有一段呢，我还是念给各位同时知道，因为当时的日本的政局是怎么样。他说1944年12月底，44年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战争，还没有发生太平洋战争，日本政府决定设置朝鲜及台湾驻民政治待遇调查会，内阁总理大臣小矶国昭为会长。小矶会长在致辞的时候他说，日本统治朝鲜跟台湾和欧美所谓殖民地统治的观念有所不同，是以内外地实质一体为目标，因此日本政府在1945年1月到3月进行调查，同时审议参政权的赋予。这个时候日本事实上在1944年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说让朝鲜跟台湾这两块土地的人民给他参政权，人民是已经变成台湾的人民，根据马关条约是已经变成日本的住民，可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国民，只是住民而已。后来因为日本他对于台湾跟朝鲜所实施的态度不是以殖民地去对抗、去对付，而是以实施内外一体的政策，所以跟当时的所谓的殖民地的政策是不一样，那台湾这块土地更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太平洋战争的末期，日本政府在面临战局急迫而且战力吃紧情况下，日本陆军方面认为战局是一天比一天紧张，早日解决本案对于战力是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本案就是说他们所讲的说让台湾跟朝鲜有参政权。那朝鲜总督，朝鲜的总督是日本派，日本的那个天皇派的这个总督于是在1945年2月8日秘密电报给内务大臣，称殷切盼望调查会结束后接下来可决定本会议的参政问题。台湾的总督则是在1945年2月19日，朝鲜是2月8日，我们是2月19日，发电给予内务大臣，称现在的战局对照台湾的地位成为收揽民心和维持治安上最大的障碍，呈上特别忧虑的请愿。因此呢，
因为我这边就是跟大家介绍的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在台湾实施宪法，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它的原因是为什么，而且为什么要实施，这里面在秘密档案里面清清楚楚。所以小鸡内阁是在第86回帝国会议会期结束之前，于1945年3月17日提出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改正法律，就是所谓的法律第34号进行审议，三政权的赋予，贵族院众议院选举法中改正法律案特别委员会在1945年3月25日采决提案，于1945年4月1号公布，当天与日本天皇的诏书同一天公布，公布了日本天皇的诏书付给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所以从那个参战权以后，台湾人已经正式的有了效忠的对象，万国公法清清楚楚写得非常清楚，从那一天开始，台湾就是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人要效忠日本天皇，跟日本人效忠日本天皇是一样的。可是朝鲜呢，朝鲜本来是殖民地，他的殖民地是在1910年朝鲜的皇帝跟天皇签了一个并合条款，朝鲜的皇帝仍然保有日朝鲜的主权，可是把朝鲜的管辖权交给日本天皇，所以日本天皇才能够派总督。当然后来朝鲜的皇帝后来出走，他后来战争以后他变成民主国家，所以这个情况跟台湾这一块土地上面是截然不同，一个是殖民地，一个是日本的领土。但是日本实施这一点的之前，在1937年的时候已经也按照万国公法的规定让台湾人实施你会讲日本话，有日本的教育，日本的习惯，虽然实施的时间不长，只有4个半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日本投降。日本投降以后，那么看盟军的这一边，盟军在1944年12月3号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开罗宣言，它是一个 declaration， 一个战争时期的主张，主张不代表法律，主张台湾应该要交还给中华民国，因为它是以窃占，可是事实上并没有窃占，是战争法的割让。所以蒋介石在讲啊，废除不平等条约，我已经告诉各位好几遍了，条约绝对是不平等，全世界上所有条约绝对不会平等，战争以后征服者，注意哈，我没有打说，我没有讲说战胜战败啊，因为战争法里面没有战胜战败，征服者就有权利去占领土地。那今天台湾写在哪里？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3条，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同时在1945年的9月2号麦克阿瑟发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这里面的第二条让蒋介石代表盟军来接受日本军在台湾部分的投降。所以当时在今天的所谓的中山堂上面所挂的国旗有4面，有中华民国，有美国，有苏联，还有英国。可是你要注意，当天的会议里面挂的旗子有2只旗子在外面的部分，那个招牌的外面很大的旗子上面是谁的旗子？是美国的旗子。你得让从那个相片把它调出来啊，那彩色的你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中华民国说日本向他投降 NO，
所以在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美国从来没有同意，同盟国也从来没有同意台湾交给中华民国或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的10月1号成立的，他都参战都没有参战啊，他连参战都没有，怎么会去交给他呢？话再讲回来，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以后，请问如果说宪法是像阳光的话，这一份宪法的阳光照射了谁？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琉球，还有台湾，对不对？还有一个朝鲜，但是朝鲜是殖民地，我们现在不讨论。真正照亮了天皇的土地，他有所有权的，就六块，对不对？这没有问题吧？很简单，请你把你的眼睛向左边的上面看看，当时在1940年的时候，日本的地图，你有看不？那个红色的部分你有没有看到？看到那个红色的部分没有？这是大日本帝国的地图了。这不记得哦，这张相是1940年那当时印的哦，那张图啊，没啦，那几百图啦，那地图啦，不是正平这个啦。我说红色的呢，我有说呢，我跟你说哦，它那个红色的地图都绵延到什么地方？到南海呢，到南海呢。你看哦，拿古代的地图出来哦，大家都不欺骗的。以前哦，清朝说台湾是他的，那地图就把它拼出来，不一样的，一半而已。所以真正历史在我们这个地方都贴得清清清的，你不能一天到晚用欺骗台湾人的方式呢，台湾人总会看得懂啊，台湾人总会知道真相啊。所以我跟各位说，台湾民政府如果没成功，我就要投给你做椅子。你可以打破啊，怎么说？因为你没机会剁到我的头啦。每一次我如果说用要剁头的，那是我有100%的把握，我才会这样说呢。这样再一次看，因为我在这个地方上的东西都是真理啊，真理是怎样？你美国要遵守啊，你奥巴马哪会叫你小弟来给我看两次？再来说第二次说，也不要再过弯哥哥啊，等你选举啊。免烦恼，免烦恼，会实行啦，免烦恼啦。这台湾人这戆腿的都不知道啊。我另外跟你说，中华民国的党徽在那个部队，不能有部队啊，不能部队的标志是什么？停止征兵，刷下去所有的武器顶端，那个飞机都要拿掉。我跟你说，这期的那个叫什么报纸？那个什么杂志啊？这个《全球防卫杂志》的头几页啊？舰车的 logo 拢拿掉啊？有啊，有啊。汉光演习，一只一只，我甲注意甲算，看啊，敢那。敢那迄个明星有出来尔啦，所有的战车顶块拢无标志啦，有啊？安尼看了，恁有相信无？我你想看卖吼？我伫一年前就宣布的时阵哦，我看大家咧眼光甲看起来怪怪的，好奇怪，哪有可能？啊，过来，要唔呐？唔呐安尼尔？啊个一张相片，搁较趣味的，互你看。我咧讲无啊，互你着，够你着着。无啊，帽子。中华民国的帽子，军队的帽子，你甲看咩啊？搭一块青青啦，高腰啦，你有看无？我等下放喺头前，互恁家己去摕啦，互恁去看啦。即摆有国徽，干那咱尔啦。
对啊，我有讲啊，啊对，我有讲，哎，无唔对，哦，好，刚才你咧厝啊做做证，我甲你讲，我当时讲的很哦，啊，足侪人咧骂讲哦，我是骗子啦，我讲的拢会较早，我今日阁甲恁讲，七月份第七舰队两只军舰要入来做赢。我讲七月份，你甲看，顶日啊，美国的国土安全局百几个来台湾创啥？迄几个嘛去金门马祖呢？伊来创啥？马英九国民党要离开啊啦！马英九若要留来，可不可以？我想马英九这个人啦吼。我是讲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民要留下来可以吗？可以，按照公民权利法案去申请做居民，会当投票，会当参政的，干那是本土台湾人才有公民权。咱第二提出的台湾公民的身份证，六月七日。到六月七中间会发到伊，伊若做好会通知我去领。各位，即马报纸一个顶落吼，吼，即两款贴，敢若要申请收成几百个啦。我奇怪，恁以前拢知影，恁也无要申请，即马拢来申请啦。所以我甲各位讲，你的周边的朋友。伊若无相信的，莫叫伊来啦。我无你甲拜托，咱免甲拜托。台湾民政府是完全照法律，完全照美国占领者的意思，因为占领者的意志代表一切。当然，他不能妨碍本土台湾人的人权，他不能妨碍本土台湾人。现在本土台湾是变成中国国民党他们的奴隶呢，很多人不知道说做奴隶都不知道呢。你哪会做兵？你不是奴隶，你做什么兵？我们不是奴隶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当兵？我们为什么要缴税？但是因为今天我跟各位说，我们不必也没有需要跟中华民国这个体制直接对抗，因为你直接对抗，你会吃眼前亏。你免讲甲对抗，啊，先互掠伊关，无必要。所以他拄啊，我本来这个下骹这个话不爱讲。伫网络你甲咱吐槽迄个人啊，迄甲你讲伊是纽西兰，我甲各位宣布 ，CIA 甲我讲啊，这个人住伫台中，我拢足清楚的啦。中华民国也有派人来受训，民进党也有派人来受训，调查局也有派人来受训，我欢迎，我绝对欢迎。这块土地顶管，所有的人要来受训，你若愿意来接受美国照军事政府的这个法律来接受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欢迎呢？我们非常欢迎。那两天，咱一个同志。东西嘛，请一挂中国人来，欢迎啊！我嘛甲伊讲啊，讲了他也接受啊。啊，我们以前受的教育很有问题，我们不是很有问题，是绝对有问题。你中国来啊，各位。所有的人在网络顶管在什么批评，我跟我们的网军说别插他，别回应，写越多后摆写一摆一条嘴，看要说几摆再继续说，写一摆脚床皮打一个搁写，我在这里也跟声明再写，将来民政府执政第二个处理好吗？是恁要甲处理哦，唔是我哦。
我跟你说、哦、其实、哦、其实、哦、比较巧的人已经看到看看有了啦，尤其我们的报纸开始刊会、哦、我跟你说地顶报纸顶下去这么大片，中华民国体制不敢跟你说怎样，中华民国国安局不敢跟你说怎样，中华民国调查局不敢跟你说怎样，这不这明吗？马英九他要成立台湾民政府，含机子都射出来，民进党派萧美琴去美国说美国军事政府进来的话，我们民政府马上抛掉中、哎、抛弃中华民国，我们成立台湾民政府，美国说 No。 马英九这边赢80万票，咱老早就知影，敢毋是？咱有甲大家宣布啊。但迄当初我相信，还佫一半无相信啊。这边假骗，我是即款心理，我会理解啦，我能够理解。中华民国到即马为止，伊即马伫拼白虎汤，你知啊？最后的啊，伊即马好建白哦。那办活动拢几百亿个呢？还有收敢那免钱个呢？各位，你免烦恼啦，真正美国有滴甲咱注意啦，免烦恼啦。咱敢那台湾民政府执政个时阵，头一天宣布新台币换作正台币，甲美国美甲美金相对等值。而且新台币要兑换正台币，我们有规定限制，看偌济依赖先给你换，剩呢血来源。你那先血来源的时阵呐、啊，免烦恼这啦，这拢有方法啦。你啊写来源的时阵呐、啊，你收这的人啊，死到你就知死啊！我跟你讲，你爱说明啊，你的钱为谁来？我跟你说，18岁以上的男孩男孩，政府的政策就是什么？让你讲出你有出有套路、啊、如果没套路政府饲你、啊、请问你要贪污是要做什么？65岁以上800块美金养老金，咱现在在做奴隶，刷下去换那个中国人来做奴隶啦。后者讲，因即马伫伫迄个公园伫行棋，啊，咱只咧捡耳朵，看到就受气，有影咧。诶，啊，你嘛好啊，讲安尼，一个人讲安尼讲啊，哦，讲袂煞。各位，那正台币一个做咧吼，有超了20%的新台币的做乌钱吼，未出现啊。正台币创下去吼，规定讲你半年内底爱换，啊，若无换，以前拢作废，好唔？无歹数的拢足侪钱的。各位，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咱台湾民政府所追求的啦。一个无公平。有奴隶、有主人迄款的分法，唔是咱台湾民政的人爱做的啦。所以，台湾民政府绝对是咱本土台湾人的愿望，对不对？对。我来讲，倒转来讲这个法律，因为你爱足清楚的。日本天皇的诏书，日本天皇的宪法，明治宪法。敢若亲像阳光共款，照耀了天皇所有的六块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1947年，马卡萨将军啊，将日本的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啊改做新日本的宪法。当时伫1951年9月7日签。旧金山和平条约时阵，第一条的美
伊将日本天皇的权力甲剥削，所以日本天皇变作日本天皇，将国政国家的政治的权力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就是首相。所以日本天皇变作敢若有目睭看，袂当去管。但是各位啊，你爱会记哩，日本的明治宪法伫六个岛实施。但是在四个岛顶端改做新日本的宪法，但是旧的明治宪法这个时阵要照着琉球甲台湾无？有无？有。但是因为这两块土地去红占领，所以伊的权力变成 suspend 悬置 limbo 啦，有点悬空的味道。这两块土地铺起来，铺起来，但是伊铺起来，变作讲现主席暂时未当实施明治宪法伫台湾甲琉球。所以问题来哦，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琉球来交予联合国托管，联合国来交予美国托管。1972年5月15日，琉球由美国军事政府交向日本政府。请问，这问题来哦，这要看你的逻辑哦。这个时阵的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皇迄个政府有共款无？有共无？照道理来讲，琉球美国若要行，爱行什么人？爱行日本天皇。所以日本天皇即马无行哦，日本天皇啊煞颠倒行哦，日本的政府，日本政府等于是代表日本的天皇来托管琉球。恁听有无？我讲一摆，琉球本来是伫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笼罩之下。因为美国军事占领，所以他的地位 suspend 悬置浮起来。但是经过美国占领以后，在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将琉球这个土地交予日本政府。美国有跟日本政府提钱3亿2千万，你也看得出来。伊若讲要交天皇，伊会当甲天皇提钱无 ？No。但是日本政府伊会使，变作讲哦，我要交予你啊，我秘书干我就转这个托管权啊，交予日本政府啊。日本政府为着要在这个土地，伊付钱啊。所以迄当阵中国抗议，中华民国嘛是抗议，全世界拢抗议。你台湾人唔知啊？但是看回台湾，台湾这个土地是什么人在托管？今日上托管是中华民国代替美国在托管台湾呢，所以这款地位，台湾跟琉球的地位，拢是托管的地位啊。是一个是由日本政府托管，一个是中华民国政府托管。你有惊到无？所以美国讲，国过去恁来斗研究，恁台湾免哪行？过去无这个惯例。现在就要靠我们这些台湾民政府的聪明的智慧来替美国解决这些问题。台湾的情形，日本天皇同样，日本天皇明治宪法同样照料给台湾这块土地，但是因为去 suspend 去悬置起来，交予中华民国代替中华民国代替美军伫甲咱托管，所以那阵美国要行这块土地，唔是行哦日本政府呢，是行哦什么人？日本天皇呢？安尼来问题，你就知影，你当解决啦。1980年的时阵，其实1973年的时阵，有一个台湾人去告日本，阮老爸老母拢是日本人，我应该是日本人。啊！你日本政府奈无爱发日本国籍，伊甲告，告输，我绝对输啊！
因为即马即个日本政府喊咱要摕日本国籍的迄个政府有共款无？无共啊啦！但是，咱要摕是啥物国籍？是日本国籍。即个日本国籍是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国籍，含现主席即个小日本是不一样的。法律就是安尼啊，安尼听有无？真深呢，真深呢。但是我希望你听有啊。所以我今日讲，我上课我有讲，尤其是这个国际班，我一定要让你知影。今日台湾这块土地，照常咱的制度，我有跟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在讨论。台湾除了中立以外，应该要设立中独，海康民选。这个中独是由日本天皇任命，啊，这个中独由什么人提名？为中立提名。哎，奇怪呢哦，中独较大，啊，这中立伫提名。哎，这款的礼物哦，有，因为美国有提三个礼给咱，你家己去参考。第一个加拿大，第二个 Australia， 第三个纽西兰。我甲看看诶，我感觉纽西兰迄个较好。伊迄安那较好呢？你台湾后摆是参议院免选，啊参议院推举中立出来，啊这个、中立来提名总督，啊这个总督则报予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来甲任命予伊做总督，所以这个总督等于代表啥？日本天皇。但是这个总督未当管咱的中立的行政权，这有趣味呢。哦，啊，这个你也讲啊。哎，啊，那中立换时总督爱换无？你若总，你若你个电话啊未搞，你也先个电话，你若无个电话好吼，下摆这个宪政会产生危机啊。因为我总督是你中立提名的。因为纽西兰发生一摆啊，总督因为较大，有一摆讲将总理甲免职啊，啊火起来有影，啊就报到英国女王遐，英国女王哦无处理，用你家己去解决。这款的代志，咱首先日本帝国的宪法，咱的参议都要甲修好，所以。各位，台湾的问题真多呢，但是咱要主张的是台湾的问题要先恢复正常化。台湾如果能够正常化以后啊，即马日本哦，有在跟咱配合，九原、安倍、小泉，因迄几个人含咱即马真接近，因开始伫日本开始提倡讲哦，修改日本宪法。这个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甲修改以后啊，问题就发生伫遮呢。就这个和平条约的一笔啊，砍掉的啦，无效啦。你宪法会当改，但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你无法度改啊。你无法度讲，哎，四十八个国家拢来，搁来订签，那无可能啊。啊，所以日本安尼是毋是死机？是毋是死机？无死啦，有咱台湾伫个啦，我林志兴还搁伫个。咱的设计真简单，日本人民的效忠是啥物人？天皇。琉球甲台湾人的效忠啥物人？天皇。拢有共同的效忠对象，对不对？所以日本政府任命咱的总督以后啊，咱这个总督，咱的宪法甲改咧，总督会当管归日本去。所以我常你讲，后摆台湾的总督，台湾的总理会当管日本的总理。问题在这里，啊，所以这个问题发生哦，你会跟他问说，诶，就日本人说，诶，啊，总统不当恁台湾人啦，总统也有可能是日本人啊，有可能无？有可能，真有可能。这种的就是宪政上的问题，由宪政来解决。各位，我现在说这真深啦，啊，如果咱台湾那些读国际话，那些推后面啦，读无啦。我无甲你骗啊，所以我今日发这本册给恁啊，这本啊，咱的文章嘛拢有啦，但是呢，
你读三摆还阁无够，我先甲你讲，你而且你上课，你有听？等于这集的影片，你爱看几下摆？这是咱台湾的地位，以后会照这条路行。这条路，咱会甲美国，所以美国讲，啊，无恁派代表来谈判，就是要谈判这啦。迄、那个直升机场，你有去看无？有去看，也去看吗？哦，袂歹哦。啊，佫有人无看呢，很奇怪呢。伫咧面头前，你都歹看，够意。到今日为止，我有甲美国讲，我林某某毋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所以我无要申请中华民国的护照。啊，你要甲我谈判，本来咱讲派派代表，但是报代表因为顶官无我的名，美国讲安尼不可以。啊，是甲恁这代表，我讲讲等于讲啊，你无尊重，用你话做来。我要去，我有条件。所有台湾人爱甲琉球同款，摕着 travel document 旅行证件，我就要去啦。咱啊，这个咱的代表摕着，我甲你讲，都全台湾拢摕着啊。伫顶一集内底，第二十八集我有讲，有一个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 Homeland Security 的单位的。提伊个 travel document， 提样本的 travel document， 无英国 travel document， 迄日子听讲邓以前个，啊来种无使用个，提来予咱看。上句我有讲，这是 sample 了，迄个内文咱个修改哦，也有修正了网顶啥哩，我别甲你讲。上头是甲你讲哦，美国根本没有 travel document 这个东西。所以美国的国家安全单位摕这个物件来予恁看，我摕予大家看，伫咱的网顶拢有。啊，即马摕来予伊看，即马我甲你变讲，哦，这个东西那个那一本不是，其实迄本我个人是反对，应该用的迄本含这本无啥共款。咱即马发的单位应该是美国军事政府发才对了，唔是由国家安全单位发的。你要做 sample 可以，但是发照的单位应该是 USMG 啦。欸，我不那么傻，而且推的人台湾人也很聪明，所以我跟各位说，我们为现在开始，我们所说的论述一定要很正确。不是这本啦，那个做琉球那本，你把它找出来，那个黄色的皮那本，各位，我今日上课的上个主要的重点，要跟你讲台湾的未来，台湾的未来。因为过去台湾这种的例啊，没有惯例。咱以前讲，拢讲有惯例，什么啊？惯例什么？有啊。但是，敢那台湾即马各国要发展的，无惯例。这个无惯例，就变个美国爱和咱讨论，你台湾人到底要哪行？所以。台湾的问题，那咱经过咱的讨论，咱的内部讨论，所以咱六月七十开始，内阁开始影子政府开始运作。但是我先通知哦，六月七十的中央甲内阁阁员的会议啊，那三摆连续三摆无出席，换人，好冇？你拢同意哦？刷下去参议院，伫六月份开始试行运转，试行就是试咧运转啦。啊，甲你小教咧啊，要安怎投票？但是参议院后摆众议院审查案件送来参议院，参议院若讲 no， 退倒转去重审，这是咱的。很主席的两院制的制度，所以但这方面的制度，咱会惊和日本天皇所定的迄个制度一样。这么台湾后摆要行的路线，因为拢袂记哩啊，
以前日本天皇在台湾的代志拢袂记哩啊，因为国民党入来，甲你教讲民主啦，投票啦，投票可以民主吗？根本做不到，做不到哦，你听好清楚哦，有钱买票，安尼有民主吗？你真正要做民主，不是中华民国这种的民主啦。也不是李登辉下卡讲的民主啦，也不是马英九的民主啦。若要民主，后摆众议员选举，你看咱台湾民政府要哪做？台湾民政府若选举的时阵，候选人拢集合，后摆台湾民政府分做两个政党，一个叫做共和党，一个叫民主党，其他。要成立遐民遐个党派啊！我甲你讲啊，真简单啦，毋是拢无啦。我咱买当个规定啊，你有一万人以上才可以成立政党。你民主嘛，我互你民主啊，一万人才来成立政党啊。啊，是你中华民国要互你乱，即摆有几个政党？要甲两百个政党，两百个政党定义啥？没有政党。啊，两百个政党伊安那规定呢？不可以解散，袂当解散呢。中华民国政党不可以解散呢。你看处理不？各位，真正台湾人伫怎样的制度下卡，甲你讲什么民主啊？迄拢是你甲你欺骗。咱后摆要做的真正的民主。是咱要照咱台湾民政府的规则来办，候选人拢总集合。你要讲话，你要印传单，政府替你印；你要举办演讲，政府替你办，袂当出去。你袂当去揪什么条啊卡？你敢捌伊个迄个人？你会当来做条啊卡？你认识吗？啊，你不认识。啊，无你若要做伊个头壳，后摆伊若贪污哦，你甲共款个做。民主个设定甲方法是爱用智慧甲头脑去做个。我当然无赞成中国共产党迄套少数个几个人来指定，但是我嘛无要赞成讲你有钱个就去做。做官员，所有黑道要漂白，拢去选举，是这种的制度，跟民主制度吗？结果老百姓愈来越来越穷，没有法理了。是安怎？咱民政府替原住民出面，会当去动中华民国的法律，要甲执行啊、哦？判决确定要个执行，咱动三个动掉去。理由真简单嘛，咱只有甲美国讲，这块土地的业者，伊当时来这块土地拥有这块土地，是不是比你中华民国较早来？你中华民国来是几年？1945年来呢？啊，人个祖先是1945年以前就来啊呢？你才会这样来？代表伊讲，这块土地你甲划予啥物人是啥物人，欺负处理啊！咱笑美国，美国较懂啊。所以咱是笨鸡哦。伫新年，伫遮三块土地，咱若出面的拢总是赢啦。咱照法律啊，所以我甲故意讲，唔免刀甲枪，用法律。你要讲道理啊，啊来讲来讲道理啊。所以我甲各位讲，为今日开始，咱所有来受训者的成员，爱自我推荐，因咱拢唔知你要创啥嘛，嘛唔知你的专长伫倒嘛。你会甲你的甲总理、甲你的州长讲我的专长是啥物物件？啊，你若有时间，爱较接来咧啊。
这无你的面子啊，晃来晃去，我看十摆嘛行啊。啊，我从来都唔捌看你，啊，你这秘都找到咧万叹，我能力这么好，为什么不重用我？你也定来来啊，有时间底下坐咧开讲啊，讲你的过去啊，互我听啊，互总理听啊，互议长听啊，互这州长听啊。自然有机会就给你用嘛，因为现在机会很多呢，现在政权刚才开始在改变，各位啊，你看多好运就好了，你人生里面可以看一个政权爬起来，看一个政权爬棚，有够好运。你小孩的时候，你敢不敢想到说中华民国在你的手上被毁灭？不可能啊。哦，中华民国，听到中华民国蒋介石都嘛立正啊，我嘛戆的奇戆的一个啦。所以你甲看，全世界到今日的位置，台湾这块地位的问题啊，真正唔是一般迄国际法，台湾这读国际法这的，拢总共款，伊是受中华民国迄套教育落来，一脉传承，占领甲并吞拢。混在一起，伊并吞，进也着并吞。啊，那安尼吼，拳头母较大咧，袂人提食呢。真趣味的代志，真代志，真侪代志。头拄仔你讲的琉球迄个 passport 是啥？各位，有真侪代志吼，你若甲代志甲发生伫你身躯顶，你着知影讲，安尼对，安尼唔对。但是伫国家的问题，你都袂晓想，你都飞起啊！所以我定啊，每一摆上课，即马无咧用啊啦吼。台湾是台湾人，台湾，大家拢笑讲哦，对啊，对啊。啊，但是我甲你问过，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大家讲这唔对。今日结婚去登记，明仔要离婚，你宣布安尼有效吗？这你知影无效啊？宣布哪有效？你嘛较拜托啊！你某回去去找你，我跟你讲。啊，讲你家己宣布讲，我知影结婚无效。你某若不爱，你嘛袂当离婚呢。这有简单无？很简单嘛，对不对？啊，日本天皇，你挂予日本天皇。今日日本天皇针对台湾人要解决的时阵，美国爱搞予什么人？日本天皇啊！日本天皇不点头 ，no 说啦。我无骗你，所以美国甲咱讲，上迄两张图的意思伫遮啦。日苏美战呐、啊，但是咧日苏吼、啊，唔是想讲日本政府啊，是啥？日本天皇呐、啊。好佳哉，日本天皇甲咱共国的，因为伊无国籍，咱嘛无国籍，所以咱共国的。所以台湾人啊，会好命。我跟你讲哦，日本天皇到最近哦，因为我这个论述哦，因才精神啊。日本现在吼、哦，足侪将领员拢有写批给我啦。哦，对我致以啊崇高的尊敬。我迄无效，无效，你日本啊，肯站起来。日本因为战争失败关系。现在他偏为左派去的，我跟你说，当我们这个论述开始在日本生根以后啊，那些左派的人啊，有一天精神的时候啊，会跟我们现在是像台湾那些推下面的同样，但是他们那些推下面这没有他们会说那是他的国家，我们台湾这些推下面的啊，民进党啊，台独联盟这些啊，后摆无定会比中国国民党的人啊较慢，我袂讲迄两句话，真有可能呢。因为遮侪年来，因拢认为讲台湾要独立，啊，你独立是为虾米独立？为中华民国的体制来独立，伊是要摒掉中华民国诶中国国民党，啊，家己要甲取代。所以中华民国贪污
国民党贪污，伊全煞咧贪污。所以这点，我爱特别甲咱所有民政府的成员报告：贪污绝对死刑，好冇？我唔是甲你开玩笑。啊，嘛卖讲，因为要死刑哦，所以你真侪案件你拢歪签。你若无为着个人的利损，你无为着什么人的利损、别人的利损，照公道，你甲签落，绝对无代志。公文的办的时阵，几工内底爱讲回文，你就几工爱讲回文。你若无要甲回文，你也甲写理由。所以，这种的敢爱学问，唔免。敢爱读到博士才会当签 ？No， 你会晓写字无？你会晓写字，你就会当做行政官啦。中国1949年10月7日拄拄开始的时阵，有一个真有名的叫做李瑞凡。伊做啥？伊无读册，伊做木工。木工，你听有无？木工啊，即做木的迄木工啊，伊做到啥物话？伊做甲伊的人民代表的迄个委员长。小学无毕业呢，啊，结果呢，伫全中国共产党的内底最得到老百姓的好评的什么人？李瑞凡。伊无要贪污啊，伊做工啊，啊，徛迄个行政单位的时阵，伊讲我着照我的良心，我批公文，应该批我拢随甲你批，啊，什么人做唔对，伊就随甲你讲。人民代表大会啊，虽然唔是行政官员。嘿，有一点类似于监察院呢，小学毕业啊，较无咧，伊无读册啊，所以咱在座讲你咧烦恼，啊，我敢若小学毕业，我会当做民政或行政官嘛？你绝对可以，100%可以，唔是讲你读博士就会使呢 ？No， 博士要做啥？甲美国要交涉，哦，你也要讲英文的来，你来，你小学毕业，基本的物件，基本的政策，你来批就好啊。现准时，台湾民政府买这官员，若照美国甲咱讲，这行政官员差不多4000名，唔是讲4000个对当欢呢？因为4000个下骹要有公务人员啊。我有头先讲过，遐公务人员嘛是赶快让留任，那你就是台湾人啦。但你若不是台湾人哦，歹势去报哈。啊，台湾人嘛爱报，因为你读个学问。你他的行列重来，你别坐在说台湾光复，我就花去了。我们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再花一次。所以你再看，这么清楚的东西，但是这么多人在推面，你再看，拜一，台中一百的报纸拼一下出来，你看有什么反应？你就要利用，你若住在台中以北的，摕报纸，给一挂本来你甲你反对的，叫去查看卖啊。这间诈骗集团去受训会安怎？但是我甲各位讲，搁再讲一摆，咱要做，咱即款叫做啥？人讲文攻武赫。咱无用武啦，咱唔免武力，咱干那法律就好啊。即马干那法律，中华民国已经稀烂咧啊！你无看，伊稀烂咧所在伫底？我讲互你听，你唔能家己看有无？伊要就职，我顶回去当阵，伊讲一国两区，啊，做马英九讲要签和平条约有啊？迄毋是伊讲诶，我老早讲和平协定啊，未签。伊唔敢签啦，美国未同意签啦，
哎，表面上伊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实际上伊是代表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执行者呢。这边飞机讲载二十几个人来，遐毋是拢国会议员，遐五六个才是尔。伫松山港路有无？你会记得无？半年前有一只 AK-35 加油机有无？是毋是伫松山港路？有无？有港路有无？伊讲要载一个破病小孩子去啦，遐甲你骗啊！啊，伊要降落，伊哪会当降落？他随便降落，因为伊个占领地嘛。啊，有个人推阿兵讲，美国哪里有占领？我讲美国从来没有离开台湾过。迄只美国的飞机直接降落，歇两暗才离开，歇一暗啦，才离开台湾。你有注意伊来的时间无？伊几点来的？会到来啦。啊，马英九的典礼是几点？早上。真奇怪，我若要甲你贺礼，你早上去举行典礼，我会到才到位。你袂晓看报纸呢？我看报纸，无人讲提出疑问的呢。撞塞机哦，塞车啦！伊今天塞车吗？各位，伊有塞车吗？我看天顶也无飞机啊，敢有塞车？谁人会到时才来？阿妈因叫举行那个典礼是早上，因为他不承认中华民国嘛，他怎么会去参加？伊来参加，伊来创什么物件？你敢知影？两个代志来的啦，第一个美牛啦，第二个军火啦。Hiko Ross， 咱的代表有甲伊见面。美国台湾连线本来是十个人，即马超140个，这140个生活拢是靠卖台湾的武器啦，卖中华民国台湾立钱啦，不是卖台湾啦。台湾人唔知啊，台湾人有讲，他讲啊，你咪别去拜托迄个台湾连线来替你讲话，我听贵的提药单，所以美国。这些议员，我们不能信任他。你不能看讲什么蔡同荣含几个议员偌好，啊，什么人甲迄个议员偌好，我拢无咧管，我从来不去找他们。那袂对，伊来找我，我拢直接找什么人？国防部啦。咱的元首有一个头啊，你找脚要创啥？脚甲你也无关系啊，敢不是？敢那未像听到5月19、5月20，过去甲马英九示威，我感觉下西下贱，去的人才几个人，好一个落来，走了了。你若安尼真正，马英九甲你看衰啦。哦，你在唱啥？讲我怎么样？伊讲我680万票，算了，无你变啦。你自己家闹开的嘛，咱用头脑该处理。你在台湾做管辖权，我承认那是代表美国来，但你做了不好的部分，我都跟美国说，我跟告。咱告了也不错呢，这不用做兵啊。咱刷的是美国说你军事境外入来，他现在也入来AIT 嘛，特别好啊！你偌敖拖，你知 AIT 去的遐工人拢是美国人呢，一个台湾人都没有呢。伊遐工人哦，做阿帕多，做迄个公寓伫住。哎呀，你就伫甲伊对抗安那，因为遐人台湾讲暗时拢伫开舞会啦、啉酒啦，啊气甲要死的，啊管区一工工唔着你去啦。但关谷一个门拍开，阿东啊，我这个不是我的管辖区。这是来我进行嘛？你若不信，何瑞来你问一看有影无影？何瑞在伫遐附近啊？
台湾人唔知道的事太多太多了。今日我要讲就是讲，哎呦，讲到这，各位啊，咱是台湾民政府的官网还未注册，伊也是王好吗？还未注册。哎，老实摇手啦，才600个尔呢，啊，手放啊，手放啊。哎，恁当时才要注册啊？我即马甲遐局长讲哈，若无注册，拢袂当做内阁参议员啊。啊，袂晓注册，袂晓注册，真简单，无啊，袂无电脑。恁后生有无？后生有电脑吗？哦，叫你后生就好嘛。啊，无你生囝要创啥？啊？囡仔无要听你的，钱卖互伊。啊，即摆会趁，啊，无法度啊。你嘛爱注册啊？你讲你第几期的爱去注册啊？我讲恁爱去注册啦，我讲一摆哈。恁爱去注册哈？台湾民政府的官网你有看这个无？台湾民政府官网，咱旧迄个网站吼，咱来改做中央加迄个内阁会议厅啦。啊，这个旧的我先卖讲，先讲这个啦。这个吼，你甲看吼，这个网站出来，这个所在是注册有无？甲点落去。来，这真简单啦，问题，甲你问话真简单，一加一等于多少？有啊，一加一等于多少？偌济？二的牙手。啊，唔是二的牙手。二啦，这么简单啊！迄当时惊足贵，惊讲甲你问问题哦，你答袂出来。啊，所以一加一等于多少？等于二。啊，即摆有个人哦，计较呢，收几波打电话话，秘书长，一加一等于多少？我讲一加一等于多少？你甲我讲，一加一等于王了。啊，知影啊，这不是吼、哦、脑力的激荡呢？啊，一加一等于三。我跟我母加起来等于三，生一个囝。各位，一加一等于二啦。啊，你台湾人有啊？你有法度注册无？啊，去注册啦！我阁讲一摆啊。啊，当然啦吼，你要有一个电子信箱的号码啦。啊，电子信箱，你讲安尼，我要哪创？拜托，你拢有囡仔，啊，叫你囡仔创啦。啊，囡仔无可能讲不爱甲你帮忙，囡仔不爱帮啊，你举手。囡仔不爱甲你帮忙，你举手我看。安尼无要紧，我甲你讲，你等下甲迄个咱的吴宣传部的吴家修讲，叫伊甲你注册，替你设一个账号，互你入去。干那一个尔吼？即卖袂赴啊，即卖袂赴啊，即卖袂赴啊。人头段伊老是举手，我讲啊，吴家修你甲当三工，干那一个尔。过来，有时间无真济，我跟你讲哦，莫甲拖时间。我明仔载还佫一节课，后日佫一节课。最近咱的活动，咱的主秘代表最近甲谢丽亚做徒步内底达赖喇嘛见面，咱甲徒步的政府。已经有建立真好真好的关系。伊即马甲咱讲，咱若去徒步访问的时阵，徒步伫达兰萨拉吼访问的时阵，达兰萨拉若要入去吼，爱签证，毋是印度签证哦，因徒步流亡政府爱签证。咱甲伊讲，后摆摕咱民政府的迄个 ID 啊，毋免签证。直接入去，所以咱这个 ID 啊，即摆有两个所在会当用啦。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台湾。但是美国还未讲好啊，还未签好啊。你唔通，你即摆甲我讲，我即摆讲讲啊，啊是搞个乌白团，甲吐。哎，你讲会使哩啊？我去美国试都未使，还未讲好啊。我先讲啊，因为咱这两千个人尔，美国为着你专门去开一个账号，哪有可能？虽然是你拼，爱先拼迄个速度甲人数起来，但是即马德兰沙拉的吐蕃政府，对西藏流亡政府已经含咱讲同意，用咱的 ID 卡，唔免签证，直接袂当入去。最近哦，还佫有几个小地方啊，小朋友啦，也愿意接受咱的 ID 啦。我跟你说吼，
有足侪代志你拢想袂到诶。你卖用过去中国国民党迄款诶教育来你甲套伫咱诶台湾民政委顶管啦，啊绝对错误啦。你敢若看拢报纸敢顶出来？你著爱知影讲，整个的情况已经大大的不同啦。最无我头先有讲三点嘛，宣示台湾民政府主权，台湾民政府没有从事任何诈欺的行为，台湾民政府的受训，台湾民政府的一切，他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必须承认，而且世界已经开始承认。啊，你没拍手吗？好康的代志你嘛爱拍手呢？啊，你敢来听？你是真敬业还是袂记哩？好啦，唔通讲啦，袂当讲啦。台湾民政府马上要接到政权，你唔知？台湾袂当，即马要咱来要建国，爱问什么人？日本天皇啊！啊，你日本天皇伊会同意吗？习近平2010年12月15日去找天皇，讲话20分钟。伊要甲天皇讲，啊！你台湾即阵即摆小可有钱啊，无甲你买台湾。日本天皇甲回答讲：我日本天皇从来没有卖过我自己的东西。邓艾，习近平邓艾，咱台湾千万唔能叫日本天皇讲，台湾可不可以建国？台湾若要建国，可以。日本天皇搬来台湾住，大日本国现在从此成立。大日本国包括什么？日本北海道、日本本州、日本九州、日本四国、日本琉球、日本台湾。啊，天皇住在台湾，好不好？我跟你说，你看我做得到吗？我来跟哈天皇嘛，日本的风灾、地震、海啸这么多，我台湾无问题呢。啊，台湾人民拢甲你欢迎呢。啊，水月文后壁有20000平的土地呢，叫伊来好唔好？好，好唔？各位，20000平会咋哩啊啦？一个人尔，啊，娶伊娶一个某尔呢？所以有啦，其实哦，迄、那个啊，日本时代吼、哦，第五代总督甲第六代的时阵吼、哦，日本有这个建议啦，讲要大台湾啦。即摆呢，这个议案啊，我甲恢复来去甲伊讲。所以真侪日本的参议员甲众议员啊，即摆开始咱这个论述，伊知影。是啊，这个论述咱知影，啊，日本伊并唔知。因为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有讲，伊希望找一个过去拢无包袱的人，过去有研究这个战争法的人，头脑阁袂歹的人，互伊资料。我是算真好运啦。当时李登辉甲我讲的时阵，坦白讲啊，伊做梦都未想着讲我会研究出来。因为迄当阵李登辉开1亿1000万，叫蔡英文邀请欧洲11个国际法的专家，一人1000万去研究。迄、那个报告即马伫李登辉引导的册库，因为我有去啊，李登辉甲我亲身讲的啊。那11份的研究报告在我这里啊，我爸说，你研究报告让我看看嘛。他想想的说，跟我说好啦，但是没消息。我的个性，我就不用给我什么好，还是给我看，我自己会研究，我不用你的东西，我不要受你影响啊，自己去研究。终于出来了，和日本，和美国的国防部都非常非常的恶劣，美国的国务院
欸，这我无叫你拍破啊！美国的国务院成立19个人的台湾小组。啊，我跟你讲一个秘密，这有伊可能会听到话紧啊。这台湾小组的一个囡仔，是咱成员的孙啊。所以啊，天助、人助，啊，咱自助。各位，台湾要出头天啦！所以今日呢，啊，真正真欢迎，啊嘛欢喜各位啊，来受这个高级班的训练。啊，这个训练呢，我那同款会艰苦的，明仔的课，我那是爱8点上到暗时10点。啊，明仔暗时有一个研迄、那个研讨会，这研讨会呢，大家咯爱发表你的意见，你吼、哦、爱出头天啦，爱搞的啦，啊讲唔对嘛无要紧。哦，啊，好，甲你咧讲话，遐人记录起来，啥物人讲啥，啊，甚至迄天你会当讲，我的专长就是啥物，我的专长就是要共拍下汤诶，变形的执行者，可以啊，变形执行者哦，后摆薪水足悬足悬诶，未歹呢，所以免烦恼啦。台湾民政府啊，我跟你讲，台湾民政府这阵哦，治安绝对足好诶。所有遐检察官、遐法官吼，顶课，好冇？但是一个人免课尔啦，咱诶阿元啊，曾静也免课啦，已经读足头诶。来，今日上课上到这，多谢各位，谢谢。谢起立。立正，今日下课。